网友晒出王菲和好友的近照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，53岁保养得很好。目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和王菲的合影，53岁的王菲身穿浅色毛衣，身材纤瘦，发型率真又减龄，对着镜头浅笑。看来她真的是看淡名利，活得随意和自在，别人都扎堆在名利场，而她抽身事外，活得真的很洒脱。王菲的模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，看起来和多年前一样。小女儿李嫣在国外念书，大女儿窦靖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王菲也有自己的社交圈，和闺蜜们逛街喝下午茶，生活过得很舒适。偶尔有开工，但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闲暇的时光。其实很多女明星到了40岁以后，基本上就慢慢退居幕后。王菲现在即使不开工，也是不愁吃穿。她目前的状态很不错，恬淡舒适，享受生活。